在左岸野方向，这一个球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，风炮炸裂，陈峰明也是连续两场比赛打出 home run。现在呢，假球案持续的在侦办，包括了南六雄队队长陈峰明，昨天已经被球刑一年半。那么陈峰明呢，以每一场的70万元打假球，遭到了检方依诈欺罪嫌起诉。没有。南民广那边，民宿也撤销，然后公诉也撤销，然后，一些法律繁忍的程序都撤销了。但是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，坦白说，我一样失去这一切东西。我在职棒这个环境，我一样是灰色的，他们一样还没有还给我清白。即使一个隐退赛也好，我希望能够证明我是清白的。不要急着球来，我要赶快打，把握住他直球投过来好球的那个几率。我还是喜欢着棒球，我还是热爱着棒球。我并不会因为那一件事情而对棒球的热情有丝毫的减少。只要我在这个环境持续的这样努力，我就说终有一天我会是对的。马库尔。